因为热爱，所以不甘被定义。跪下。啊！因为喜欢，所以愿意勇往直前。不管是从家乡荆门追溯到长江源头的长江儿女。 还是对于远方那份自由和宽广的始终向往的追梦人，每一次的回归都是去寻觅家的归属。很高兴能够加入到格尔木驿站，然后成为你们的一名志愿者。走在回家的路上，其实是对于自己一次重启的梳理，重新看待生活，重新寻找认知。 你们的故事讲完了，我觉得我的人生非常苍白。<笑>我这个垃圾还很沉，可不可以麻烦你们把我们带一袋垃圾到那个格尔木的驿站？你们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为了坚持而坚持的很久，而是你们热爱现在的生活。我是宋轶，我们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 本节目由全国销量遥遥领先的长知识辣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怎么样，路上顺利吗？还好，就是在飞机上还是有一点那种心跳加速的快要到。你现在觉得还好吗？现在。 感觉还是说话有点喘气，你呢？我也是，但是格尔木的海拔比较低，2800的话，我觉得还好。嗯，所以我们终于达成了我们第一次的闺蜜之旅，终于来到了高原。对啊，我以前都是在电视上或者在新闻上看到那些志愿者他们在做这种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就会很感动。但今天我觉得自己来到这儿。 和他们一起去保护母亲河。其实你会觉得，以前你没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保护母亲河是一个很口号的事情。对，是的。但你现在自己正要亲身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它不是一个口号，它就是真正很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源头，如果让它更洁净，然后减少垃圾的污染，其实到了下游或者支流的话，就会。 那里的水也会更清澈。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西北的土地，虽然它看上去可能没有中原或者是江南那么的秀美，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看这种贫瘠和粗犷，它是会给你的内心带来一种力量。拍戏是一个不断掏空你的过程，来到这儿是会给你内心一些力量的。 哎，我们到了。哎，你好，欢迎欢迎，我是孙浩。你好，你好。哎，孙浩，站着。谢谢宋轶。你好，你好。有行李是吧？我帮你们拿行李。很重吧？没关系，没关系。来吧。好，我带你们去宿舍。张咖啡，你好，你好，你好。孙浩，格尔木驿站管理员。格尔木驿站的管理员。带你们去宿舍。好。这边你们宿舍。 这感觉很像一个部队生活。对，我们这里条件有点艰苦。我们刚才还在讨论说是不是还要住帐篷。嗯，不会不会，就这样的绿色集装箱就是我们的房子。哦，这是集装箱。心脏线上你们能见到的所有的这种绿色集装箱都是我们组织自己的。对。 Hello，Hello。你的舍友。欢迎欢迎。箱子拿进来。哦，先进来吧。好。 我们是需要自己铺床，然后你们舍友曹宇会给你们来帮忙。曹宇，你好，我是宋轶。曹宇，宋轶，你好，你好。对，这是张天飞。你好，你好。早点休息，别聊太晚了。第一天大家都会容易比较激动。好的，好的，我们特别想休息，明天我们还会工作。好的，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明天8点吃早饭。好的。好，再见。拜拜。先铺吧。我们这边。 早上都是8点钟吃饭，然后所以说你们明天要8点钟到会议室，然后明天还要做一些培训。你们今天第一天到，一定要注意休息。嗯，会不会觉得有头疼啊？
头疼好，就觉得有的时候会有点心跳加速，然后有点闷。其实你们按照第一天上高原的状这种状态算是比较好的了，是吧？对。好了，对折。现在天气比较冷了，你晚上一定要注意保暖，多穿一点。你们是穿很厚睡觉吗？对，我会穿抓绒，然后加保暖衣。那我可以把我的羽绒服盖在被子上。对对对，我们都会盖的，对不对？就是里面的衣服直接就穿着卫衣什么睡就行了。应该会冻醒，就是太冷了。其实在格尔木还好，可能往上走会有雨。哎，这个是什么？是你们的小本子吗？哦，这个是我们明信片，这些都是志愿者自己拍的一些照片，然后做成明信片。哦，你们自己拍的？志愿者自己拍的。哦，这是你看，对，帐篷。对对对，帐篷雪山，很漂亮。嗯，这边都是一些冰川。就是青藏铁路的路过的一些地方，然后可可西里的一些风光，这样子非常漂亮。哇，看上去好壮观。是的。那这个是我们就是送给我们志愿者的吗？还是？这个我们都可以自己使用，然后去写明信片，背面是明信片嘛，然后我们可以自己来写。那我可以写吗？当然了。对呀、啊，那我今天晚上写几个明信片，我觉得这个好有意义哦。一定要早点睡哦，不要一直写。写完就睡。你说现在出去会不会看到银河啊？晚安了，格尔木。酸奶就喝长知识了。本节目由全国销量遥遥领先的长知识了酸奶独家冠名播出。长知识了真的很好喝。走在回家的路上，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特别支持。孩子不爱吃饭，用龙母壮骨颗粒。2021款吉利嘉际零压舒适 MPV， 走在回家的路上，由菜子王菜子油特别呈现。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新志愿者张廷培和宋毅。谢谢大家。首先，我们就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孙浩，是格尔木驿站今年的管理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志愿者的培训以及物资的采购和人员的管理一些问题。接下来大家在工作中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问我。然后下一个。你们好，我叫曹宇，来自湖北宜昌，然后现在是一名汽车行业的工程师。昨天我们已经认识了，就是我们是室友，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我是9月10号的志愿者，我叫徐一凡，然后现在还是学生，然后来自上海。还在上大学吗？对，大几？大四。大四。我叫陈志宏，我来自山城重庆，我是9月10号的这一批志愿者，谢谢大家。我叫苗雨佳，我来自内蒙古，然后我是9月10号的志愿者，欢迎你们两位。你也长得好江南啊。大家好，我是宋毅，很高兴能够加入到格尔木驿站，然后成为你们的一名志愿者，非常开心可以有这次机会能够加入你们去体验。好，欢迎。大家好，我是张廷飞，然后我是来自河南，希望能在接下来的一些学习体验中，希望得到大家的多多指教。好，谢谢。因为我们有新志愿者第一天来，所以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我们工作的安全要求。我们青藏绿色驿站的基本概念指的就是从格尔木一直到拉萨建立18个绿色驿站。这一次大家能去到的呢，就是我们格尔木驿站以及昆仑泉和昆仑山驿站。我们随后几天就会在这里开展工作。
然后我们这个分散收集、长途运输、集中处置，曹宇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分散收集是指我们在几个驿站沿途去捡拾垃圾，然后通过我们的那个带走一袋垃圾的那个活动，然后由游客帮我们把垃圾带到格尔木驿站集中进行处理。对，曹宇讲的已经很好，看来提前对我们工作有了解。但这里有一个要补充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集中在格尔木来处理？因为高原是没有处理和降解垃圾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是捡了垃圾之后，我们都是运送到格尔木再统一进行处理。接下来是高原反应的应对，就因为我们这里昼夜温差特别大。大家来到这边之后要学会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学会勤快加减衣服，如果就是感冒了的话就可能出现高反，然后大家就上不了山，就不能在山上的驿站开展服务。我们每天吃完早饭之后就是我们的上午的工作时间，然后下午3点到6点是下午的工作时间，我们会根据每天安排不同的工作。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就会开每天的工作例会，在工作例会上每个人需要讲一下自己前一天的工作，同时我们也会在工作例会上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内容给大家。接下来就是我们捡垃圾的时候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就比如第一条，我们如果需要外出必须两个人同行，不能单独外出。然后第二条，我们捡垃圾的时候要马路沿线向5米以外的地方去走，因为我们青藏绿色驿站的项目是一个公路项目，我们在捡垃圾的时候会很靠近公路，所以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我们要让大家在捡垃圾的时候往马路两侧5米之外去走。接下来我们会上山，所以上到山上之后，大家不光要自己去捡垃圾，我们还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影响一些游客，会影响自己身边的朋友，所以接下来的工作中就希望大家努力加油。所以给你们鼓掌。一起加油，对，大家一起加油。那我们的培训今天就到此结束，等一下我们就去昆仑山做垃圾调查，所以上到山上之后，大家不光要自己去捡垃圾，我们还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影响一些游客，会影响自己身边的朋友，就希望大家努力。然后在捡垃圾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来告诉我们。那大家就准备一下，我们就出发。好，辛苦。马甲在这里，这个穿着马甲会安全点，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公路的项目。嗯 ，OK， 好，好，把套的帽子。看我们穿了太多。好了。再介绍一下这个1公里垃圾的项目，就是我们在青藏线上节选出来一些1公里作为我们的调查样本，然后我们来做垃圾调查，就希望通过这个1公里长期数据的累积，得出就是整个关于青藏线垃圾种类以及数量的数据变化，对，以及变化。然后现在涛哥早上已经垃圾袋准备好，我们就我们这个要自己拿夹子吗？对，我们戴手套拿钳子。OK， 我们志愿者都拿吧，一人一把。这个哈，这个对。这是钳子。对，这个可以可以夹住那些垃圾，然后扔到袋子里就可以。现在给大家分垃圾袋。我们是全部捡回去再分类，对不对？对，捡回去分类。对，捡回去分类的时候用干净的袋子让游客带下去，我们捡的时候就用这个稍微用过的袋子。好，谁还没有？都有了。那苗雨佳，你们我们四个就先上车，我们去前面，走吧。哇，这里好多啊！我感觉这怎么这么多？哇，这个垃圾还很沉。对，你把它甩一甩。就是捡不到的地方，就是很危险的地方，就不要去捡，就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我们再开展工作。哇，这是个啥？热水袋。哇，热水袋啊，已经长在里面了。已经风化掉了。那还有一只鞋。拔不出来。是吧？哎，我没有想到垃圾会这么的
风化。然后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捡到一些不明液体，是吧？就是有一次捡到里面是黑色的，然后是那种可乐的瓶子嘛，就觉得是不是可乐，然后纠结了半天倒出来，结果闻到了酱油味，就真的会有一些你理解不了的东西，真的理解不了，完全不能理解。以前我一直觉得就是环保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要去呼吁大家要公益啊，要爱护环境，然后大家去保护它，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和做法。但是和我真的站在这儿看，我现场全是垃圾，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你看见志愿者，然后他们在捡垃圾，你就会觉得大家怎么这么不去保护我们的环境。送给你，送我，谢谢。不用谢。啊，好多事的。我觉得你们还是很辛苦的，这么捡。真的，大家好开心啊，在这里。对，我感受到了。就是很容易自嗨的那种。感受到了你们在捡到不同垃圾研究的时候的喜悦，就是大家捡垃圾可以捡到癫狂的状态。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这种游客厕所嘛，是吧？志愿者要清理，就大家刷厕所就真的是刷到癫狂。走吧，回吧，回吧，回。还没捡过瘾吧？还没有，能迈得过去不？迈不过去就回去。前面，走，从那儿。我们沿路捡回去吧。对对，又可以沿路发现一些新大陆。这个也是那编织袋，你看嘛，它这编织袋就是那些乱扔的，有可能是搞了建筑的，随便一扔风就吹散。这个还行。还对对对，来，这个还好。送给你个编织袋。夹住。哇，这个真的很，这是垃圾。这个算很良心了，没有果泥和石头。真的。我现在终于知道原来这个垃圾也会分良心和没良心两种。其实沉的我觉得还是土，对泥比较多，里面泥很多，所以它占了很多重量。这袋是良心的垃圾，这袋是没良心的垃圾。对呀、啊，纯垃圾就比较有良心。是的，混杂的其他不明物种的就是没良心。还有那种特别没良心的，那是什么样的？是危险品。对，危险品，比如瓶子里面装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对，你又想捡又不能捡。而且那种瓶子还特别多。对。而那种留在那儿，心里真的会很难受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袋。确实觉得垃圾捡不完。捡不完，真捡不完。确实觉得捡不完。那我们现在装车，把这些全部记起来，然后装车上。我知道大家非常的热爱旅游，也很重视自己时间的效率的使用，但是其实可能你很随意的打开窗户扔任何一件东西，对于这些环保的志愿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要付出乘以十乘以五十乘以一百的努力再把它捡干净。而且刚刚他们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说垃圾是捡不完的，所以他们会选择那种力所能及的垃圾去捡，但是他们把垃圾留在这个地方，他们会感到非常的遗憾，所以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有感触。快来吃饭了，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面朝雪山吃饭，这颜值够够高。哇，看到冰了。我们每天就对着这个雪山刷牙洗脸吃饭。真的是非常好清楚啊，就是我从来没有看雪山看得这么清楚过。对，今天能见度特别高，应该真的看得太清楚了。是的。那今天晚上星星肯定也看得很清楚。对，这两天星星都多，都可以拍的银河，银河就在那个位置。要不要考虑晚上上来？好像有一天是可以上来。对。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雪山冰峰，然后那天的能见度特别好，然后那个冰峰是透明的，你就可以清晰的看见它上面就是山顶结的冰，然后再反光，然后有的地方可能雪水在往下流，就是连绵不断的雪山，就很受到震撼。那种感觉跟你在一个很优雅环境里餐厅吃饭还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几个就坐在一排，然后面对着雪山吃着盒饭，我觉得这是一种
很美妙的体验吧，就是我平时的生活是不会带给我的一些东西。那今天是我们新志愿者第一天工作，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的工作感想。宋轶今天捡垃圾有什么感想吗？我其实今天做的我觉得很有限，因为我刚来，然后很多我觉得对于工具的操作也不是很熟悉。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大家在帮我啊，小雨啊，他经常捡了个垃圾说这送你，我就把捡装到垃圾袋，感觉自己捡了很多。其实我一直就是看视频啊，或者是看宣传片，我觉得志愿者啊很伟大，很有勇气，很无私捡垃圾。但其实你真的到了这儿，其实比你想象的环境恶劣度，然后你的体力这些都要远本大得多得多。我觉得比想象中的那种负重感要更沉重一些，所以我觉得今天我的努力程度更多的是在学习，然后是在就是感受大家的这种能量，然后当然更多的是我觉得老志愿者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感激大家。好，我可能还需要一个星期去适应。加油加油，慢慢来。谢谢其实宋轶刚讲的一个点很好，就是很多人看宣传片的时候觉得我们只是捡了一个垃圾，但是在4000多海拔捡垃圾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很多游客在4000多海拔就要开始吸氧了，但我们的志愿者不光不能吸氧，还要每天出去至少两次去捡垃圾，保护我们的长江源头，保护我们的青藏高原，是特别伟大有意义的工作。今天就是刚刚在捡垃圾的时候就得到了两个比较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大家也是在就是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就是分良心垃圾和非良心垃圾。对，良心垃圾就是空瓶，就是好捡的，非良心垃圾就是深埋在土里然后又很使劲拔出来，女生都拔不动了，对，还要倒出来。 对，就是非良心垃圾。对，其实我今天感觉最被打动的还是大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在那么辛苦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每个人都很开心，就简单，对，很简单的那种开心，简单的快乐。然后说啊，我在这抓了一个，不是抓了一个，捡了一个，捡了一只鞋。对，我在这捡了一只鞋。那个时候我在那捡了一只壶。对，我有时候捡的那个鞋，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对，看看那个鞋底的一个 logo 还在不在？已经想开始分类了吗？我觉得还有一个大家之所以能这么开心的原因，就是你能清楚地知道你每做的一件事带来的改变。就比如我们今天出去捡了十几袋垃圾，那片土地上就会少十几袋垃圾，那片地方看起来它就会干净许多。所以就是我们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每一个小的举动带来的改变，这就让大家很开心，就知道这一片地方是因为我它守护住了。每次我出去捡垃圾的时候都会很心痛，然后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但是却有这么多的垃圾。然后有一次的时候，就是我在外出捡垃圾，因为那个时候就有一点高反了，然后那个我们走了很久，然后拎着那个垃圾袋子，那个袋子当时已经是塞不下垃圾了，就被我捡的已经很满了，但是我往回走的时候路边还有垃圾，但是我没有办法捡起来，然后就觉得很绝望很失望的时候，就正好那个我听到路边有司机在跟我一直在不停地摁喇叭，然后我就回头看了一下，他就在那个车窗里就向我竖大拇指，然后我就觉得好感动啊！我们点燃了你的。对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感觉就是好像我们的力量很小，但是其实会影响到一些人。他看到我们这样的做法，他给予我们理解和支持，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事情。对，我觉得你今天说的话很对，就是在捡垃圾的时候跟我们说，你说垃圾是捡不完的，对，所以还是要去让更多的人一起加入我们。对，我们志愿者差不多每年捡10万件垃圾，这个数量听起来特别巨大，但其实比起那些我们没有捡的垃圾，这个数量太小太小了，所以我们只能靠我们的行为去影响其他人。只有我们一起努力的时候，才会有办法让青藏线变得更加美丽，才会让垃圾少一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觉得自己捡的太少而产生绝望的心理，就是我们尽力去捡就好，然后尽力去宣传就好，尽力了就好。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的感受，因为他们就有很多的瞬间是会让你感动的，就比如说他们会因为捡到一个瓶子，这个瓶子里他们猜对的是可乐还是酱油，他们就会非常开心。他们的快乐都非常的简单和纯粹，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些人他们已经把自己的信仰我觉得深埋在了这个地方，就是这种东西是我觉得在我现在的生活里非常缺失的一个状态。在天地万物间，我们都是渺小的沧海一粟，一张张被高原强烈紫外线描绘的红红的可爱笑脸，一句句温暖却又朴实的心里话，瞬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作为长江儿女，都想为长江源头的生态保护环境做一些什么。碧水、蓝天、飞鸟、草原，描绘着我们内心一幅幅唯美的画卷和对未来生态环境改善的美好憧憬以及期待。今天大家感受都很深，然后希望在接下来工作中大家继续努力。然后我们排一下明天的工作，明天我们就宋轶和婷飞来给我们做饭，宋轶主厨，婷飞帮厨。我的口味很重，我们喜欢吃重口味，因为重口味会很下菜，很下饭。对，我是湖北人，然后我想就我平时就还吃辣的，然后咖喱什么的，然后咖喱是吧？但我做出来不知道啥样。然后我因为我是湖北人嘛，所以我就带一些就热干面来，就给大家。哇！湖北人，我太开心了。豆皮做不了，对，以前没啥厨艺。好辛苦，那我把你们名字写在黑板上。相信不一定都美味的。好像比较干净啊，你干净吧，你洗干净。它倒掉水是吗？它这个看着比较干净点，可以倒掉。啊、哦，有一个烟盒子。哎，我很想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动物的骨骼吗？什么？是吗？这是不是动物的骨头？哇，这个是，好像牙哎，动物的遗骸，哎，远古时期的恐龙，给它装进去。这有一个大骨骼，哎，真的，而且好大，这个不用剪，这个应该可以降解的。这边也有一个，这么大呀。哇，太大了，大家先夹骨吧。这个还有必要捡回去吗？可以不用捡，它能够降解。火车来了，你让我刚打招呼，他们会不会看到我们？会看到。那里有一个瓶子。看看河道上有没有呀？你的眼神好好使啊！这是垃圾吗？这边好多。那边也有垃圾。往这边走，它那边有软的地方。把那个品牌还要分吗？对对对，我们要统计品牌，先分类别，然后再记品牌。比如像红牛这种铁的，就一起的。来吧。你在统计数是吧？对。对，你们有品牌数就报给这个小姑娘就可以了。
来，红牛加一，红牛加一，嘿，农夫山泉加一。康师傅在哪儿呀？在这儿。这儿，来，康师傅加一。黄老吉旅馆加一个。黄老吉加一个哈。青岛加一个。农夫山泉在这里。我把那边摆饰夹过来，可以装了，可以啦。对，就是康师傅先装，康师傅，我们一个一个数，装到三。OK， 一、二、三、四、五。46个可以绑起来了。好，这是多少个？这40多个，47个。你可以写一下，写塑料瓶。对，那个松一点，对，在这里写大一点。塑料瓶47个是吧？那我们去景点，然后接着再宣传。你好，你好，你好。请，我们是那个志愿者，可以帮我们带一带垃圾到格尔木驿站吗？我们车坐不下，我们这本身已经超员了。好，好，那谢谢了，谢谢你啊，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你好，我们是志愿者，可以给我们带一袋垃圾下去吗？这个车刚开始。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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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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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是志愿者。是这样的，我们志愿者是在这边，就是捡一些景区附近的垃圾，然后把它就是进行分类。然后不知道你们方不方便帮我们带一袋垃圾到那个格尔木驿站？这个垃圾是分好的，有味吗？我们是用新袋子装的，而且我们已经分好类了。可以，好，可以，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带你们去驿站。那我们带你们回去拿垃圾。好。你们是一直在这儿当志愿者吗？我今天是第三天体验，然后前面两位是长期在这儿做志愿者的。觉得你们能做这样的事都很厉害。啊，对，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哎，你好，你们是来这里的游客吗？我们是这里的志愿者。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是这里的志愿者，然后。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帮我们带一袋垃圾到那个格尔木的驿站？装不下了。啊，就一袋就可以了。就一袋，没有多大。对，干净的袋子。我们已经分好类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志愿者的这个活动，就是在一些景区旁边去捡一些垃圾，然后回来进行分类。然后也希望您可以花2分钟的时间，对对，发一个朋友圈跟您。朋友圈的朋友说，如果他们方便或者途经这些驿站的话，可以帮我们这些志愿者带垃圾下山。谢谢你啊。爷爷，你好，你好。哎，我来，好，欢迎，好。你好，你好。给你们带走一袋垃圾。我带过去。啊，没事，我给您送过去吧。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个袋子是干净的。再来一袋。带一袋吧，不是车比较小吗？啊，那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你们车上空间大吗？要不要拿这袋小一点？拿大的吧。我拿大的吧。你们这袋比较小，里面垃圾可能脏，那袋子是新的。太有意义了。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回去，有时间帮我们发个朋友圈宣传一下。然后希望有更多的游客可以帮我们志愿者带垃圾下山。谢谢，谢谢，谢谢。你也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辛苦了，拜拜。祝你们幸福，拜拜。走吧，去采购。就这家超市还是算是格尔木比较大一点的，就食材什么的都很多。对，然后我们经常到这里来买。
驿站周围有小商店，然后跟这个对比起来简直没法比，就这里面零食好多。所以我们现在是进城了。对，你每次会买很多东西吗？还是说会隔两天两三天又来一次？就一次会采购很多。嗯，是。我们先去买吃的吧，拿袋子。哎，我有袋子，这里面我们有自带的，就是我们平时去超市里面买菜，然后都会带一些这样可以重复利用。就这样更环保是吗？对，就是可以重复利用。我们好厉害。是挑个胡萝卜吧，对吧？我也觉得。你拿这个挺好的，这个大的吧，这个大的。这个可爱。可是人多哎。嗯，也对。那拿两个吧。对。这个辣椒辣不辣？你要三个都。红彩椒哦，那应该不辣。这个是比较新鲜。西兰花、杏鲍菇、藕啊，是小米椒、火锅豆皮、洋芋粉条。我盛点虾玩的。这个炒大口的可以了，够了。这边可以大口，那我们就走吧，走吧，满载而归。绝了！我先把丸子洗洗。然后就可以就很快就可以了。你们喜欢吃硬一点的面还是软一点的面啊？我们都可以。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就做什么都行。反正我们这边就是主厨做什么，然后就大家就吃什么。哦，压力很大，而且都表现得很开心。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风味，然后就没有办法统一的。但是做主厨做什么，大家就吃什么。绝了！我跟你说，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刀工。拿开水再焯一焯吧，一会儿都煮一煮。哎，西兰花其实得赶紧捞。对，西兰花不能久留。好香啊，青菜的香味出来了。这一满满的一盆，十斤。先搞一个麻辣香锅大杂烩。低一点。要不要拿这个？你们要不要把火改小一点啊？不用不用，这肉还得熟。绝了！你这炒这个也得需要一段时间啊。差不多了吧？我觉得。你尝吗？我尝不出来，我肯定觉得淡。是吗？没有味道。哇，好丰盛啊，而且超香。来，先敬一下大厨。好，和我们的帮厨。我们的对主厨，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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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最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开动了，开动了。好，快吃饭吧，迫不及待。哇，尝尝那个香锅。就我们这边做饭也很好吧，很多志愿者来之前就不会做的，然后来了之后就跟着一些手机上的教程做，或者就是打电话问家里人做，结果走的时候就学会好多菜。哇，这个面配那个芝麻酱，哦，好吃。肥牛可以，非常棒，有点偏辣。哎，对，辣了大家喝点酸奶，水加。我觉得酸奶也蛮可以中和辣的，嗯，应该很好。哎呀，好了好了了，这是搭配的才叫完美，超满足。对呀、啊，外面有人送垃圾。啊，我出去看一下。哎，你好。太贵，拉起来了。那谢谢谢谢。
您从哪个驿站带下来的？唐古拉。唐古拉的那个沱沱河那里。送您两张明信片。这是我们一点自己的垃圾。啊，我们分类好，放这里就好。好，祝你们旅途愉快。好好好。再见。向你们学习啊。好，辛苦了，辛苦。旅途愉快，再见。刚收到两袋唐古拉山镇带下来的垃圾，离我们这里400多公里。就是那个唐古拉山垭口那个？不是不是垭口，它叫做唐古拉山镇。很多游客就早上从那里出发，就带一袋垃圾，然后下午就带到我们这里来。那你们当时来格尔木驿站，就是最初的原因，就来格尔木。陈哥为啥来？对啊，为啥来？我呀。哎，因为长江流经重庆，重庆是一地大城市嘛。对。那么其实我们喝的水就是长江水，所以说就会一直很渴望、向往来到它。后来慢慢工作以后，就到这边青藏高原徒步嘛。徒步之后也看到有一些就是人类的活动对环境的一些影响。我的一些身边的朋友也来这边做了志愿者，但是我一直没有这么一个月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时间来做服务，所以我就想，如果我有了这个时间之后，我第一时间一定会到这儿来做一个志愿者服务。那么今天这个契机就到了，所以我在8月份的时候就申请了，就这么就到这儿来了。雨佳为啥来？哦，我是大概几年前在一席上面看到了那个杨欣老师的演讲，他讲的那个题目叫《长江，长江》，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非常了不起，就是特别伟大。后来我就想，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来做一下志愿者，然后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因为当时是在上班，就一直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原因就没有机会来，所以这个事情我就一直想了好几年。我会经常跟我同事说，我说我辞职了以后我就去青海做志愿者。然后今年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我工作的行业就受到一些影响，然后正好我就有时间就过来了。这是我想了大概4、5年的一个事情，就是终于实现了。他是我印象挺深刻的，因为我们在那个昆仑山驿站捡垃圾的时候嘛，当时我是跟小雨啊，然后我们三个基本上坐在一起，然后小雨说这个垃圾送给你，这个垃圾送给你，但是我看雨佳其实没有，就不是跟我们三个走在一起，他走在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自己就默默的一个瘦小的背影在默默捡垃圾，包括我们刚刚做饭啊，然后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是那种很默默的，然后自己在不动声响在做。对，我觉得他内心应该是一个挺坚韧的人。他没有其他志愿者适应的快，他每到一个就是高一点的站，他还会有不舒服，那他还是会就是继续坚持和大家一起来工作，然后还会经常和我抢活干，抢活抢不过。对，他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吃饭嘛，谁吃坏了就赶快就抢着洗碗，他就是这其中之一。雨佳他很善良，很有善意。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谢谢。我是2014年的时候骑了川藏线，哦，骑行，从成都骑到拉萨，然后发现就是318国道上垃圾特别多，然后我就想找一个 NGO， 就是看有没有做川藏线的环境保护工作。然后2016年的时候又骑行环青海湖，听到在这边捡垃圾的一些新闻，然后最后2018年做志愿者，今年又成为了这边的管理员。我其实跟你是一批的背包客，你是骑行的，我是搭途搭的，就是路边拦车。我们有可能遇到过。对，我是走的滇藏线，但是可能在西藏境内有遇到过，然后就是在滇藏线的时候就遇到过几个志愿者，就自己拎着袋子在那捡垃圾，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好有意义，就一下受到了触动。当时是上班，然后反正就是说，就是总觉得好像请不了假。还剩最后3个小时就截止的时间，我鼓足了勇气跟我们领导说，有一个那个志愿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然后在那个青藏线上捡垃圾，然后就等着领导的回应。结果领导说去啊，为什么不去，这么光荣。领导好好。对呀，遇到这样的领导真是这么光荣，三生有幸，这是为公司争光啊。然后我说啊，我都不敢相信。然后我说那工作怎么办呀，耽误好多工作呢。没关系，那一个月嘛，我找人给你安排交接你的工作。就领导就非常的支持，非常的鼓励。
然后碗非常坚定的就过来了，然后来了之后发现来对了，还遇到了可能是曾经2014年见过的浩哥，对，把我们都拉入吉利吧，吉利大家庭，对，然后就过来了，对，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来了之后还是会想要再来。真的，就来了之后，你没有办法再跟这片土地，就是这个高原再分开了。就是我觉得是这种感情。而且我觉得和以前来玩就是完全是两种概念，完全两种。对对，以前你玩，你就算是你在这儿深度游，你也只是几天或者就是一周，你只是说去欣赏它的美。但是这回就是你除了欣赏它固有的一种美之外，你还要去为它的美做一点自己的力量，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做一点事情。所以我觉得更有意义一些。嗯。我以前没有来这儿的时候，我其实对长江源头没有什么感觉。我也是，我就觉得哦，长江啊，长江啊，对，但是不会觉得我来到这儿，我看到长江源头，然后看到那个就是玉珠峰上流下的水啊，冰，我那种感触是不一样的。然后你沿着那个就是支流去走，然后去摸就是这些水，这种感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就是会让你觉得。你所有的幻想都突然落地了，对，嗯，你不来这儿是感受不到的。我们那天碰到盖垃圾的那个爷爷奶奶也很让人感动，对，啊，真的年纪应该我觉得60多70了至少，应该70岁左右，对，满头银发了，对对对，而且他们穿着情侣装，哇，开着车。他最开始其实就是我们去宣传的时候，他说他们车比较小装不了，但听了就是你们介绍工作之后，他就说能装下，然后最后还装了2袋。对，他一过来说，就有点感动。我说爷爷，我给你们带一袋，就直接。对他们还会发私信给后面的车，因为他们有时候车是离得比较远，还会说你们下来过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真的他会发个定位，你们到这儿来带2包垃圾，嗯，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对，所以其实垃圾会越来越少，会越来越好。对，我觉得会。对，以后志愿者就只是互相送那个当地特产。是啊，对对对啊，就是啊，就是。只能这样了，没有垃圾。对对对，然后你看到这风景，想到这个，你在捡一片垃圾就保护了一个风景，这个实际上你是还是有成就感的。否则那个雪山，如果说没有人去管它，环境任由它破坏，可能过两天那个冰川就没有了。嗯，很幸福的是，就是在昆仑泉那边有肉眼可见的一道银河。然后之前觉得好抽象啊，什么是银河？然后第一回看到有颜色的银河，这样的哇，一条线。我们都拍了延时的，就是那个银河不停地在变。对，然后凌晨再出去，然后发现哦，它又换到了另外一个位置，然后就觉得很爽。然后朋友推荐了那种看星星的 APP， 然后就这样子照着看，照着看，找星座，可以找星座，找星座就很幸福。对，真的是肉眼可见的银河，就是在城市里，就是或者就是说是在更低海拔一些地区，根本看不到肉眼可见的银河。对，我们对，向往了吧？对，因为平时我们的生活是远离这些东西的。你在城市里面，光污染是很难看到这种现象的。我觉得不光是光污染，就是也有精神上的污染。肯定肯定，就是你可能没有这个心情，即使上面有，你也没心情去看。你的心情是浮躁的，然后会是杂乱的。对，所以静不下心来。你们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你们让我们觉得你们不是。就是为了坚持而坚持的很久，而是你们热爱现在的生活，对不对？对，就是因为热爱，所以想来保护它。就是有时候看着这么漂亮风景，你就越想要保护它，希望它一直这样美。在这个美好的夜晚，畅所欲言。你们一般晚上都干什么？我的话就会写写日记，要么就是看看书，就听听歌，然后就很快就睡觉了，因为一天的工作挺累的。对，在这边就会想，哎，我要把今天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然后以后回头再看看。我就觉得一出来就特别想拍照，就你特别想把自己眼前看到的一切，然后记录下来，分享给你想分享的人，对不对？我的话肯定是分享给我老公呀。哦，你结婚了哈？嗯，对，是的。
分手了。单身一名，单身加一，你呢？单身加二。单身加三，你呢？结婚加一。从现在开始啊，我们这个是一个分割线。哦，我可以先过来吗？我明白了这个意思。好吧，为什么这样？今天晚上就这么聊了。哎，很羡慕你，说实话，还是挺羡慕结婚的。其实就是我们两个相遇特别偶然，因为当时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留在北京了，然后在北京一个青年旅社里面，当时我们都住青年旅社，然后就认识了一个朋友，然后有一天我们两个要去外面吃饭，他就说叫一下吴昊吧，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对，然后他就叫一下吴昊吧，因为他跟你很像，就是特别喜欢旅游，然后我们就在吃饭的时候就见面了。其实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样子，就是包括他说话，然后他对待朋友，就觉得他人特别好。当时我就觉得，他太优秀了，人家可能不喜欢我，然后也不敢表白，然后就没有往那个方面上去想。后来我就结束在北京的工作，就打算去甘肃玩。就在我到兰州的时候，我知道他原来也在甘肃出差，然后就特别巧，是在离我2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地方，叫张掖。哦，我知道那个地方。对，因为我本来也想要去敦煌，要路过张掖的，所以我就去了张掖，然后在张掖我们两个就见面了。然后第二天就他一个人带着我玩，然后他就给我表白了。哇，所以他也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对你很有好感。其实他是对我有好感的，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表达出来，然后正好我在甘肃，他也在甘肃，然后就觉得啊，好巧啊，如果当时我没有在那边的话，他没有在那儿出差的话，就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就会错过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好久没有联系过了。那不用这么想，你就在那个地方出差，他也就在那个地方出差，你们就是又再遇见了。所以我对张掖这个地方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哦、乔宇嘞，我是我想想啊，一几年，一六年吧。然后就是我们是一个公司嘛，有一天我记得我们俩是开会，然后他就在我旁边，然后就加了个微信，加完了之后正好他那天就下班回家了，之后就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在路边一个垃圾桶里边看到了几只小猫，因为我是那儿唯一的女生嘛，问我要不要养，然后我说那你捡回来吧，那么可怜，因为就是那种刚刚出生脐带还没有断的那种小猫，然后他们就从那垃圾桶里面凭着那个声音跑出来的4只，反正就觉得这个男孩子比较善良吧。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又出去旅行了半年，然后招待他的那种吗？对，对，因为我那时候算是辞职出去的吧，回来的时候他就去那个火车站接我嘛，然后就在一起了，就那样子。那他对于你就是经常一个人出去旅行半年，而也不带他是什么想？哎，可以觉得很无奈，也愿意去接受他，还是愿意接受的，然后支持你。对对对。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2014年有出去过一年，然后遇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帮我的人，因为我有半年的时间都是在国内旅行，然后没有在交通上面花过一分钱，全都是在路边拦的顺风车那样子。你会害怕吗？我一直特别坚信，我只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我就不会遇到不好的事情。这可能会有比较天真啊，但是也是有遇到过不好的事情，然后最后也是有化解掉的。对，哇，你们的故事讲完了，我觉得我的人生非常苍白，我仿佛都不知道之前在干什么。真的，这你们都太厉害了，我觉得跟你们聊天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就感觉可以体会到我人生永远不会体会到的东西。我其实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简单，然后那种很理想化的，就是我会幻想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以前是在普高，突然有一天有人在我们学校拍一个数字电影，在荆门的龙泉中学，然后当时我看见有一个，就是我现在不知道，就现在知道是剧组，但那个时候就觉得是骗子，因为你也不懂嘛，就是突然有一个人带着牌，然后说哎，小姑娘，我们是导演，然后就天哪，骗子，怪叔叔，对，真的就这种感觉，然后就赶紧走。就是我高一的时候，然后跑了之后呢，过了几天，然后我们的班主任就突然跟我说，有一个数字电影想到我们学校来借我们学校拍，然后还找想挑一些那个时候应该现在应该叫跟组演员，
就是跟着主演一起做同学呀、啊、什么的，然后去选，选完之后，那个我就见到了那个所谓的骗子，对，啊，真的是导演，他是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的副主任，哇，他不是骗子。然后我那个暑假就是在拍那个数字电影，拍了那个数字电影，我才知道有中戏、有北电、有这些学校。嗯，我以前是完全不知道的。嗯，其实那个时候考那些学校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的，就是因为你没听过，嗯，然后也没有人教你怎么去考。但当时我就是突然一下点燃了我的那种梦想，对，然后我就去在网上找啊，他原来有一些就是培训班啊，然后要参加艺考的话什么什么报名啊，就我一直就是内心绷着的这种信念和意念感，然后考上的，很神奇。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的潜力是无限大的，是不是？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我人生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吧，就是觉得还挺像我的性格做出来的事情。对，我有一天就是有一个人问我说，如果你不当演员了你会做什么，好想知道。我想了很久，然后我发现我什么也做不了。嗯，真的真的，就当时是有点沮丧的，就是因为我好像不会别的东西。你刚刚还说人生的潜力有很多，对对对，所以我就很想去体验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哦，就是我感觉我其实也是平时就很想出去像你一样啊，就是这种很放松然后很自在的那种旅行，可以就很长的时间，然后甚至是在以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定居，但是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去阻碍你，那我觉得可能内心是真的少了一些冲动，对不对？对，就一直很想去，但是你又始终没有放下身上的这些东西。应该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框架，其实如果你打破它的话，对，你发现会有。所以我就这几年吧，就很希望去体验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剧组的生活其实起床化妆拍戏收工睡觉是这样，然后你所面对的人永远都是剧组里的那些个人，你接触不到外面的社会，你也没有社会上的一些朋友，也听不到刚才你们讲的这些故事，完全没有，你只有剧本。那现在有什么能惊喜到你，就是想要跟朋友分享？就这次我觉得我的经历，对，是我可以不断的去跟朋友强烈输出的一些一段回忆，真的。所以这次就刚好来了，就是为什么这么想来，就是因为我首先我很羡慕就是你们有这样的勇气能来到这里，因为我觉得不管你待一天还是待一年都需要勇气，因为你完全可以在家里就是吃好吃的呀，躺着睡觉啊，休息啊，没有必要忍受着高反在这里就是行走，然后去捡垃圾，所以我觉得不管待多久都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那你以后可以多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啊，或者是就是这种项目，然后可以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对，就是我可能接触五湖四海太少了，就感觉都是剧组，都是单向性的。然后我是觉得说，如果我没有这次的怎么说体验吧，就我永远体会不到你们的这个人生的丰富，就完全感受不到，真的。其实每个人的人生和生命都是很珍贵的，就是你的人生经历都是很特别的，然后你包括你看别人的生活总是很精彩，然后看自己的生活总是很乏味，就是因为你只看到了别人光鲜亮丽的好的一面，但是你没有看他背后的一面，就是不好的一面，所以就我觉得就是就不要说你们的人生好像很乏味，不要这样说，其实都很精彩，都很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听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讲着他们的故事，感触颇深。我从小就是一个被管制得很严格的一个人，在湖北读书的那十几年的生活是很规律的，很严于律己的，一个非常收着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突然来到这儿，你就有一个打开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喜欢高原，喜欢地广蓝天的感觉，也是因为可能小时候比较缺失这种自由和奔放的一种状态。其实我是一个对待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太多既定规划的一个人。听完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人生之后，可能我的规划或者是我以后想要表达的东西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开始。希望十年后的自己有更多的从容，能看到更多的世界，能够经历更丰富的更有故事的人生。来到长江源小学，先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下我的自我介绍。我叫宋毅，来自湖北荆门。这次呢，主要是参加志愿者的活动，在长江流域流经的地方，跟志愿者们一起捡垃圾，然后保护我们美好的家园。我是湖北人，你们知道湖北吗？非常远，非常远，对，非常远。湖北是一个，我觉得是算是一个。水乡吧，就是有很多的江河。我住在湖北，就相当于你们在长江的上游，我住在长江的下游。其实我们是共饮一江水，所以我们都是长江儿女。那这次呢，我来到这个地方，也是想追溯到我们母亲河的源头去保护它。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环保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们平时会随地扔垃圾吗？会，不会，对不对？非常好。我们知道长江的流水它是从上游流到下游，所以很多的垃圾，白色垃圾，你们知道白色垃圾吗？就是不可降解的那些塑料啊，一些，对对对对，塑料袋啊，就是会污染我们的环境，也会伤害到我们这些的野生动物，因为它们会误食。这些垃圾会被长江流上游的这个水冲刷到下游的江滩上，然后会污染我们的水源。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想来到长江的源头，然后去尽可能地保护我们的环境，减少垃圾的污染。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在未来的日子里，长江的上游是没有垃圾的。对，这就需要我们所有人，包括我，包括小索老师，包括我们现在四年级一班的所有的同学的一起的努力，去保护我们的长江，然后去保护我们的美好环境。大家可以做到吗？可以，非常好。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个江豚的小视频，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的最近的一些环境污染。那一会儿大家看完这个关于江豚的小视频，我来给大家提问，然后你们举手发言，好不好？好。嗨，我是江豚。现在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呢，我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妈妈，你在哪里？我喜欢长江。大家看完这段小视频有没有什么感想？有没有人想说可以举手发言？好，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扎西达瓦。扎西达瓦，好，你看完这个江豚的小视频，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我们不能乱扔垃圾，要爱护环境。对，没有了，很好很好，你先坐下来。那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江豚它生活在哪里啊？你说你叫什么名字？长江，你叫什么名字？长江多吉。好，你好，你好。它住在长江，对。那你看完这个小视频，你觉得它为什么最后会找不到妈妈？
因为人们在这长江里乱扔垃圾，长江被污染，然后找不到妈妈。对，那你看完这个短片之后，你觉得下课之后你会怎么去告诉你的同学、你的小伙伴去保护我们的长江呢？你会怎么做呢？不乱扔垃圾。不乱扔垃圾，嗯，说得很好。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你们对于长江有很深入的了解吗？没有。那我先跟大家主要介绍一下长江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长江呢是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然后于崇明岛呢以东注入东海，全长6387公里，所以它灌溉了基本上我觉得大半个中国的土地。然后它是世界大河中长度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位居世界第三位。大家可以记住啊，长江是位居世界第三位长的河流。好，我给大家大概的讲解了一下长江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就是长江，中国第一大河。这是长江的中下游平原，然后这里是四川盆地，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方，就是青藏高原，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就是处在这里。哎，大家知道沱沱河吗？知道。哎，你来说，你叫什么名字？马国生。啊，你来自沱沱河。嗯，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好不好？我的家乡有雪花，还有草地。那有没有什么可爱的动物？有什么动物？有马，有牛，还有羊，天上还有鹰，很美，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保护它，对不对？对，好，非常好，坐吧，来给它鼓掌。那刚刚我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长江的知识，还有我为什么来到了长江的源头，来到青海。那我现在也给大家放一首歌，也跟我这次来青海的意义非常的契合。大家听过《长江之歌》吗？没有。没有。那我刚才也说了，我来到长江的源头是为了保护我的母亲河，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首《长江之歌》，好不好？好，一起分享它。同学们，这是送给大家的龙母壮骨颗粒，大家要记得喝哦。嗯，谢谢苏雨姐姐，那记得嘞。通透的天空轨迹之下，雪山、天空、草原、人类，一切动物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仿佛触及到幸福的根源，以及隐隐波动的内心愉悦。内心清澈，如获得了秘密的恩惠。虔诚与狂野，在这片土地上野蛮生长。长江儿女的无私奉献，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积极乐观，牧民的质朴无华，青藏公路的神秘与荒凉，这一切的一切就像一幅多姿多彩的拼图，从此烙印在我的心里。走在回家的路上，
更多的时候回忆的是更远的远方，那里天地广阔，内心的归属，太多的美好，这才是我的远方，我的家。我是徐一凡，我叫汤阳，我叫冯小沙，我是陈志宏，我是苗雨佳，我叫曹宇，我叫孙浩，我叫陈怡，我是施晨武，我是张庭飞。已经守护长江一个月，我守护长江已经45天了，守护长江源已经45天了，我守护长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程了，我守护长江有一个月了，守护长江已经20天了。我已经守护长江快有一年了，守护长江已经45天了，这已经是我守护长江的3个年头，我希望它越来越美丽。我现在正在守卫我们的长江，希望我们的长江越来越美，加油！我是宋轶，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加入我们，